来参加劳伦斯也是第一次，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也非常荣幸，因为这个并不是所有运动员都有这个机会的，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开心，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更多的中国运动员能够参与到这个里面来，也希望他们能够得奖，祝福他们。